我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我的感谢，真的是我每次看到那些医生护士站在那儿一站一晚上一站一晚上，他们既不喝水也不上厕所也不吃东西，我就觉得很真的，我看到他们很难受，真的我有时候不敢看他们，真的就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精神抛家舍业的这种精神很感动我，所以我觉得我要是我就觉得我应该早一点出院给他们减轻一点负担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